我就知道，对吧？刚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项目遇到了问题，变挑战，是不是？特别的多，主要是预算不够。对，主要预算不够，跟台下孙总多吐苦水。对，下次学一下孙总，就衣服虽然穿得破一点，鞋子要给跟上。孙总是这个戏早期的编剧之一，你别忘了。啊，对，我记得。啊，你现在知道怎么样？不是甩锅。好的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那首先请你们几位，是不是可以分别介绍一下各自在剧中的角色？不用，你不用自己介绍了。我可能会在那个游戏里面演一个被扫描过脱水的一个角色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和伟。三体中扮演史强大使，这个人物就不用多说了吧，熟悉三体小说的都应该知道。今天来能够参加这发布会，能够参加三体剧组，很荣幸，谢谢。